听说鲛人生性固执难驯，三天我定会让他乖乖听话。早有预谋的接近，是真情还是假意？万一我不值得你的信任呢？鲛人只听这里的声音，他甘愿为爱断尾，他又是否真的无情？鲛人断尾，如同背叛鲛族，再也不能入海了。你难道就不想回家了吗？亚洲精神，玉鲛记之与君初相识。12月8日起，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，八度空间。向心而行，全马首播。